News。芒果 TV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甜蜜的任务》，让我们掌声欢迎本期的甜蜜嘉宾，他就是张翰翰哥，欢迎。所有芒果 TV 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翰。我是新春的节目，所以请翰哥帮我们在这里写下对大家的新春祝福。好。新春快乐！好，谢谢翰哥对大家的祝福。那其实因为这几天。包括小马，就是天宇跟他也来接受我们的采访。然后呢，之前亲子姐也来过。然后其实这两位你的好友都有留下一些什么给你哦，我们一起看一下。Hello， 张总，好久不见。我的任务呢非常简单，把我们客栈的女生按照美貌排个名。你是最后一名。现在让我给你布置一个任务，我真的想不起来我要给你布置什么任务，所以我觉得我要做一件就是完成你的愿望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现场唱几首歌给大家听，谢谢。我现场唱一首歌给大家听。汉哥是先唱歌还是先排序？你这该死的温柔，你这该死的温柔。好，那接下来就是给我们的客栈四美。排一个顺序，青子最后一个了，只有青子倒数第一，青子最后一个，只有青子倒数第一，你是最后一名，最后一名。其他都难，在我心里都很美。其他三位并列第一，其他三位对并列第一，对。以上言论仅代表汉哥个人观点，与本平台无关啊。是代表本平台，就是选出的四美排序啊。好的，好的，好的。以上言论由汉哥个人负责。说到客栈嘛，因为你们在里面相处也非常愉快，今天也想凭汉哥对其他的成员都有什么印象，就比如说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他们。可以从老板开始。哦，老板尽职尽责，是一个优秀的老板。那从老板处理，除了账算不好以外，其他都非常优秀，帮助到我很多。心如姐，知性温柔，蕾蕾年少有为，充满了冲劲。小马很温柔，很善良，很爱怼人。兰迪觉得她是内心很善良的一个女孩，所以我也很欣赏，就是她在表演上的一些天赋。青子，对，青子是一个不修边幅、大大咧咧，包含了我们东北女性所有的优良传统。所以其实从客栈里能看出来，你们几位管家、老板都有各自的性格。谢谢汉哥对大家的祝福。说回客栈，因为我觉得汉哥在里面这一次给大家展现就是一个精致 boy。所以你生活中也是这样吗？就是头发要一丝不乱，然后被子也叠得特别整齐。一看你就没有看客栈。你很精致啊，在里面。还好吧，我觉得。我有看，就是说你那个，你每次只要经过那个镜子，就是不放过任何一面镜子。就那么两次。啊，那我真的只看了那一期。K.O. 你只看了第一期是吧？所以后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大家其实每一天很辛苦很累啊，灰头土脸。所以就真实是渗入到客栈的工作当中去了。而且我生活当中就是可能我们的工作就是你不管是拍戏还是出席活动，然后都是打扮的就是很整洁啊，但其实生活当中就是更希望自己就是更随意一点。对，你在客栈里说过一句话很经典，成为了女性至理名言，就是女生多大年纪都该像小女生一样。我跟你说我的经验，就不管女孩多大，她虽然是比你大，但是你永远要把她当成小女孩。
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名言是你自己想的吗？那可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和朋友的相处和接触下来是这样的一个真理，你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身边的朋友还有你关心的人，然后他们可以收获更多的幸福感。哦，感谢汉哥教我做人。好，我们接下来是一个互动的环节，我们接下来请上道具。任务一，爱豆请回答之心有灵犀。张翰回答任务本上提出的五个问题，每个问题背后都有我们随机街访汉堡所得出的答案。汉哥和汉堡能否心有灵犀呢？爱豆张翰请回答吧。第一题，汉哥会如何找借钱的朋友催账？你觉得他们会觉得你会？但是这么一点，但是这么一点空白处能写得下我想说的话吗？就是精炼严谨应该的。会如何找借钱的朋友催账？堂主，阔气的堂主。我很少借钱。如果真的有的话，就很少很少。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粉丝的答案是不会催。对，汉哥不会催。你要让所有人知道，这个鱼塘被你承包了。Cool。好，那下一题，汉哥手机相册不能给人看的照片。自拍照。哦，我看一下。哎，果然对了 ，bingo！ 来下一个，汉哥喝醉后会怎样？喝醉后很清醒。啊，是真的吗？对，脸红。哦，更清醒，真的很了解。来下一题，汉哥在机场收到最奇葩的礼物，西兰花吧？西兰花吧？嗯。哎 ，What？ 怎么样？哎，蓝还打错了，导演组是什么情况？好，来看下一题。汉哥如何给冬天起床困难的粉丝录个硬核闹钟？哦，这个好难哦，这个。尤其东北的冬天会尤其难起床。亲爱的，亲爱的，太阳晒屁股了，快起来吧。亲爱的，太阳晒屁股了，快起来吧。啊，这个会，这个可以一样吗？我觉得。哇哦，温柔起床铃果然是。好，我们看来除了第一道题基本上全部都回答正确。OK， 好，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个互动其实是一个祝福，也包括要送礼物给汉哥，也是汉哥的表现直接影响到你的粉丝能获取多少礼物。任务二，甜蜜的任务之非你莫属。游戏墙上有几朵大小不一的心动小桃花，张翰需要在100秒内将球扔进小桃花内，每进3球即可为粉丝赢取一个新年娃娃。让我们看看汉哥能为粉丝赢取多少甜蜜的新年礼物吧。我们这个板子上有几个洞，然后呢，洞越小礼物越大。对，我们投中3个就可以得一个，你想第一个把哪个娃娃送出去？就是上边那两个，那个 Mickey 和 Mini。OK。好，来，第一球。不是，试一下吗？现在开始，1、2、3。好，好，第一球，第二球。这么难？我们往前一步可以。没事。哎呀，你这有洞吗？有，真是很洞。他真的是冻，没事，我们前面都对热身，热身，大冬天的，海南也挺冷的。一个，哦，第一球就中了啊！第二球，哦，第二球，再来一个就可以。一个娃娃。哦，才一个啊！对，平常会玩投篮机什么的吗？会啊。技术怎样？
还挺好的。跟这个比，哪个难？这个难。好，第二个娃娃中六球。好，我们把这剩下的几个扔完了。哎，我觉得应该可以。哇，连环中，找到感觉了。我觉得肯定还可以再有一个。这就可以了哈。可以可以，好，谢谢汉哥，恭喜汉哥帮汉哥的粉丝赢取了3份新年娃娃的礼物，谢谢。甜蜜的任务成功。甜蜜的任务，本期看点：马天宇在线吐槽好友阚清子，好聒噪，太聒噪了。解锁职场新技能，带来职场生存指南。脑仁疼。Hello， 芒果 TV 的各位粉丝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甜蜜的任务》，我是主持人小齐。那本期我们请到的甜蜜嘉宾，就是在《亲爱的客栈》当中的技能值满分的万能管家，同时大家心中温柔阳光的小马哥马天宇，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亲爱的客栈》当中里面的万能选手马天宇。将到来新一年当中，有没有什么自己发新歌的计划？会不会发歌？我真不知道。对，就让大家留个期待。对，稍微期待一下。嗯，接下来问一下，就是在热播的《亲爱的客栈》当中，来先评价一下老板和其他的几位搭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吧。嗯，对，我没有办法去评价每一个人，但我觉得，我只想就是在节目当中能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大家都很积极、很努力的去，把所有的事情发挥到最好吧。那因为这次你在我这个跨年晚会上也是和韩哥一起在节目里面也有这个师徒组合，所以说形容一下你俩的关系的话，用三个词来形容，你会用哪三个词？三个词啊，相爱相杀吧。亦师亦友。第三个我真想不到了。我觉得亦师亦友可能更合适我们两个人嘛。对，那你觉得比如说作为师傅的话，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我当时也是没得选择了，所以选择了汉哥。好好的，因为汉哥怎么说呢，就是他属于他天生就不能当小弟的那种，他一定是当老大的那种范儿，知道吗？然后在现场的时候，他每次就是，天宇啊，永远都在叫天宇啊，天宇啊，干这个干那。厨房帮我检查了吗？小马，哎，你应该带个本儿呢。然后你说什么我就记下来。这样，快点，你要随时跟在我身后，快点，不能着地啊。这让小马示范一下。来，帮我拿。好的，我是要拍的就递给我啊。好的，给客人多拍两张啊。我刚已经一直在拍张总。其实我之所以选择他，就是说我当不当他徒弟，其实都是一样的。我即使我们两个人都是那个竞争选手的时候，他也是会把我当成小弟来使唤，当徒弟来使唤。我是觉得别人找我帮忙嘛，我也不喜欢推脱，所以对。接下来我们说到青子，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前说过青子太闹腾了，好聒噪，他可所以知道你要来到这个节目，他还给你布置了一个小小的任务。嗯，来看一下视频。 Hello 小马哥，平时呢你总怼我，那今天我报仇的机会来了，你现在要夸我十句以上。太难了，太难了。我必须要说一下啊，一开始呢我们可能希望他要求夸他三句就好，但是呢可能发自个人的意愿吧，就改成了让你夸十句。青子你真的好聒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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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聒噪了，好聒噪。我刚已经夸过了，是的，你们后期剪一下，谢谢你们。一开始其实我跟青子还不是特别熟，我总觉得这个女孩怎么这么大大咧咧的，这么聒噪，反正后来越来越喜欢这个女孩。对，我觉得就很性格很招人喜欢。是的，你那次评价之后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那接下来我们说回来，就是万能管家人设，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现实当中自己做老板开一个客栈的话，让你找五位圈内好友来和你做合伙人也好，然后或者是说店员也好，你会找哪些人？我觉得还是汉哥吧。对，为什么？我个人觉得在我们亲爱的客栈里面，他每次去跟别人去谈生意，谈各种的，我觉得他是比较能起范儿的那种人，是专门派出去作为公我方代表。对，你这该死的温柔。Cool. 那接下来我们刚刚说到职场这个话题，就想请你帮很多现实当中的粉丝朋友当中在职场会经常遇到一些难题，然后想听听你的意见，遇到这些难题的时候该如何去进行调整或应对，好不好？来，我们请工作人员上一下 KT 板。第一个题目是，领导组织的饭局或者团建活动要不要参加？我个人觉得团建活动肯定是要参加的，但是领导组织的饭局，我觉得是情况而定。对对，是情况而定，我是不太喜欢的。对，明白。团建是出去玩儿，出去玩儿，所以我觉得可以的。有领导在的团建，可没法放开玩儿。对于他们而言，我也不知道。我们公司团建的时候，我只去过一次。对，当时领导在吗？我就是他们领导呀。我就是他们领导呀。是啊，对啊。来，下一个。如果和上司发生了意见冲突怎么处理？我觉得取决于这个意见的冲突对公司有没有利。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包括领导都喜欢听别人称赞的话，但我个人觉得，如果你的上司真的喜欢这样，大家都喜欢听好听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在给他建议的时候可以先赞同他的建议，然后你再去表达你自己的建议。明白，就是自己的表达方式要稍微调整一下，对对对，不要太直接的去冲撞。对对对，好。第三个，已有安排的假期紧急要求加班怎么做？你就看这个加班费到底有多少钱吧。老板当时给加班费多吗？我从来没有过加班费。怎么看待工作和生活的关系？我觉得我现在就是选择生活可能更多一些。我觉得我现在就想多生活，多跟家人在一起。工作我觉得只是一个生活的调味剂而已，对吧？但是我觉得工作在生活当中也是不可缺少。好，第五个，职场中情商与实力哪个更重要？分别是怎样的比例？我觉得如果是在工作当中肯定是实力很重要，我个人觉得情商排第二吧。分别占比多少？40-60吧。情商也很固然重要，但我觉得先把自己的业务搞清楚。对对，好的，新的一年想找工作的，想好好升职的，认真的参考一下我们这个，就是我职场生存指南。 对，给大家一点小小的意见，还是视情况而定，对不对？好的，来，请工作人员下一下我们的 KT 板。脑仁疼。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我们的一个互动环节，我们请工作人员上一下道具。甜蜜爱心便当，天宇需要用节目组提供的食材来现场制作爱心便当，同时要在短时间内回答主持人的问题，成功完成即可为粉丝赢取芒果 TV 牛奶盒子。作为后厨小能手，天宇会做出什么样的便当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好，作为我们亲爱的客栈当中的后厨小能手，现场呢我们准备了很多的食材，其实就让你来搭配一个你比较心仪的爱心便当。我个人会觉得我非常喜欢三明治啊。这是什么酱呢？我假装给你们放一下。那你在做的时候我要开始快问快答了啊。还有这个？对，我现在确保你开始做了。好来，第一个很想做但一直没有做的事情是什么？跳伞吧。哦，说出三个一定要粉你的理由。要粉我的理由太多了。太多了。比如说宝藏男孩。哦，好，你在网上看过关于我太恶心了我自己。来，拍吻戏的时候打嗝怎么办？我从来不打嗝。
问一下饭圈用语 SSFD 是什么意思？哎 ，SSFD， 瑟瑟发抖。哦，仰卧起坐是指什么？仰卧起坐，嗯，也是在饭圈用语当中指一种情况。我不知道，指的是脱粉又回粉。啊，真的假的？就是来回跳，因为他们这么跟我解释的。啊，对，就是经过认真的搜索查询是这个意思。接下来请问成为你好友的三个大标准是什么？就是别没事找我出来吃饭。啊，对，别烦我。那做你好友的时候你们平时怎么聚会沟通感情？没有没有，全靠微信或者是漂流瓶。好，没问题，我们的这个三明治饭盒也做好了。那刚刚完成这个任务之后呢，就给你的粉丝获得了我们芒果 TV 的牛奶盒子，就会送给你的粉丝。更多的综艺周边尽在芒果好物。甜蜜的任务成功。Hello， 芒果 TV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然。现场被指破坏道具，浩然该如何回应？我对道具挺好的，挺好的。对，我没有什么出现破坏道具的。到底发生了什么？录制现场竟惹浩然生气离场。对，而且我也很生气。我们一起那么精彩的，你们竟然没有，竟然没。当时告诉我们的是说，我们那个会在第五届第一期用，我们都准备好。结果，对，阿普一直心心念念这件事情。对啊，就是生气。更多精彩，敬请锁定1月20号上午10点《甜蜜的任务》，刘浩然心动来袭。